快看轨道穿楼的奇观。这就是重庆超有名的网红轻轨穿楼现场——李子坝车站。这车站可不一般，是国内首个和商住楼一起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单轨高架车站。建于2004年3月，占地面积31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。具体位置在嘉陵江边的李子坝镇街39号商住楼的6到7层。因为这个空中列车穿楼而过的神奇景象，成了网络上著名的网红车站，线下更不用说了。现在轨道穿楼成了大家去重庆旅游时必去的打卡点。看看现场人挤人哦。李子坝站周边的商店也因此火了起来，大楼里各种商户售卖重庆特产和小吃、工艺品等等。快看，又一列轻轨从大楼里钻出来了。李子坝可是八地山城的代表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第一层，其实已经走到楼顶了。李子坝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设计，轻轨照常运行，而楼里居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受影响。你看看五一期间李子坝站的人流量简直是爆盆，这里已经成为重庆的新地标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风采。这是在八楼车站的角度拍的，从上往下看，嘉陵江边真是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好热闹啊。商业街里的重庆特产火锅底料、牛肉干等等各种小吃。